那个，你找小玲儿，是不是想和她一起唱啊？你那才也太对了。啊，说心里话，我挺中意小玲儿的。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人很般配。你想啊，他是那么校区以内的保安，我是你们校区以外的保洁，这一保安一保洁，以内以外，天作之合。不是，恁俩干啥去了？俺俩没动，是你动的。是吗？哎呀，那我这是情不自禁，我这，那我过来找你。那个大姐呀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嗯，有一个姑娘叫李宝洁，特别喜欢于小脸儿。啊，那是我的情敌。啊。还有呢，就是于小脸儿特别喜欢一个姑娘叫秘密，那也是我的情敌。你看啊，这么多情敌，你是不是有点多余了？你还掺和吗？你咋那么没想象力呀？正所谓，管管举酒在喝之州，窈窕小伙淑女好逑。哎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我要抓住这次机会，和于小莲同台演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以此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，争取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大姐，你别乐了，你甩就甩吧，你 K 我干啥呀你？那个，你听我说啊，唱歌就能终成眷属，那要婚介所干啥呀？啊，切，这不抬杠呢吗你？郑大姐，哎，没事啊，等一会儿于小脸来了，我帮你撮合，好不好？打住，帮啥帮啊？于小脸能跟他唱吗？庄园，小脸，圆脸组合呀？你咋好看吗这玩意儿啊？你咋说话呢你啊？王胜啊，王胜，小脸。冲动是惩罚，冲动。哎，对，周二大姐，你先冷静，要不这样，你先找个地方藏起来，等会儿他来了，我慢慢给他渗透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今天太突然了，这藏哪儿啊？屋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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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藏屋里，我还能看见他吗？就藏这儿，哎，咱就藏这儿，不是，不，你藏这儿，那叫藏吗？哎呀，来不及了，别追求细节了，你赶快连字儿。哎呀妈，这叫啥玩意儿啊？再来。你多深，我你几分？小美丽啊，是否有兴趣跟你小脸哥哥共唱一首歌啊？哎，有个人有心情跟你共唱一首，那个就是门口那家政服务的那个庄园大姐。谁？姓庄，名媛，年方28，长得算朵花。远看大奇葩，近看像大妈。哎，你别说，你俩长得还挺有夫妻相的。住嘴！谁跟他有夫妻相啊？谁跟他有夫妻相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多吓人呐！我跟你说啊，小美丽，记住了，咱这次上敬老院，那是给大爷大妈下安心去了，不是整一帮人吓唬老头老太太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我这个形象，我往那一站，就够大爷大妈瞅一阵子的了，是不是？他再往我旁边这么一站，啊，那像啥呀？再说了，我这个眼睛一笑就一条缝儿，他那一笑连缝都没有，天衣无缝啊！啊，站在我旁边，大爷大妈一看，知道唱歌，不知道以为我俩唱睡着了呢。小脸。你要不愿意跟他一起唱吧，你就离远点。我离多远呢？我回老家唱去呗。我要是在鹤岗唱，他们能听着不？哎，小亮，先别激动，我眼睛小点呗，化妆不就完了？化浓一点也看不出来。怎么说你俩也算是郎才女貌嘛？住口！就讨厌你们这些女的，我告诉你，化妆啊，整的化妆掩盖事实，你知不知道？对对。那是化妆的问题吗？啊，他那个形象是化妆问题吗？第
底子知道不？底子不行，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李小脸，打住啊！嘴下留德，啥呀？嘴下留德，留德，不留，全撅出去。啊？还留德？我告诉你啊，咱不是背后说人家啊，就是庄园，他搁这屋呢，来，他人在。他就躲这桌底下呢，就我说啥他不得听着呀，他呀，啊，这家伙知道的，我俩是要唱歌，那不知道就以为我俩要吃多了呢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嗨，我已经有我的心仪搭档了，既然不问我是谁。气不气人？那我自己说，秘密。哎，你要不要你那大芝麻脸呢？啊，秘密能跟你唱吗？跟你唱啊，跟你唱啊。正所谓，窈窕淑女，在关关雎鸠。在河里头，窈窕，哎呀，君子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王小倩，王小倩，嘘嘘嘘，停停停停，多么脆耳的声音啊！秘密来了，秘密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对对对，赶紧去吧。我上哪去啊？我得在这屋待着呀，不行，我得猫起来，对不对？我得给他个惊喜。你对，哎，行，往哪猫？往屋里猫，屋里，往屋里猫，我还能看着他了吗？我还呀，往哪猫啊？就往这儿。哎，别和我玩，哎，我告诉你，别和我玩。哎，不是，这告诉你啊，就保住啊。太小。哎，我告诉你。哎，你来了啊？来半天了。那等啥呀？走，上敬老院唱歌去啊！你别给我装晕啊！装晕我给你人工呼吸。嘴下留德，留什么德？留德咋整啊？写字儿吧，还是继续写字。练字是吧？快！又来了，再来！哎呦我的妈！王倩，你干啥呢？练字呢。我以为你刮大白呢。那歌练咋样了？练好了，你俩听一下呀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起高了。挺好的，好吗？好。哎，我唱的好有啥用啊？得看搭档唱的好不好，不是男女对唱啊。对，我正要问你呢，你打算跟谁一起唱啊？是不是？不是。我还没问你是谁呢。你问不问也不可能是于小亮。哎，听着没，心里有点数。哎，就你俩说，于小脸他会唱歌吗？啊，那唱起歌来，一股子的，就好像歌词烫他嘴似的。啊，烫嘴呀，就晾凉了再唱。那个什么，其实于小脸的人不错。对，你看那个年方仅仅28，嗯，加长版的周润发。是，远看长得挺奇葩，仔细一看皮皮虾。那不是正好用他的磕碜来衬托你的美吗？是，你不觉得反差有点太大了吗？我就问你俩哈，站在舞台上，是一个长得好看的人招眼，还是一个长得磕碜的人招眼啊？就我俩往舞台上一站，谁还看我呀？你们这不是分散大爷大妈注意力吗？没事，磕碜点不怕，就化妆嘛，妆化浓点，化厚点，看不出来。对，要不就多糊点腻子，给它腻上。主要是底子不行，底子。轻点。哎呀，糊什么腻子啊？你就他往上脸上砌砖也不行。再说了，他脸上要真砌砖了，大爷大妈更不看我了。你嘴下留德，不留。
不，这个不是背后说他呀，就是于小脸今天在这，在这屋里，就好比他在桌子底下，我这么说他不也得听着呀？还想跟我做搭档，知道的我俩是搭档，不知道的以为我上当了呢。再说了，你俩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已经有心仪的搭档了。不用问，张璐。错，是张璐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还能不能行了？还能不能行了？咋整啊？这屋我待不下去了，我待不下去，上哪去？待不下去啊？秘密。我的天啊！大秦哥追了我一天了，非要跟我一起唱歌。就大秦哥那个舌头，嘴里都装不下。他会唱歌吗？我可不在那一张，我藏起来啊！哎呀，藏屋里，我不在屋里，藏屋里，不在屋里，藏这儿，咋都藏这儿呢？哎，你俩啥时候来的呀？一直在。走啊，咱仨去敬老院唱歌去啊！哎，你们起来，晕倒这招我都用了。不是，你不晕一下太尴尬了。咋整啊？咋整啊？咋整？写字儿吧，咋整？妈呀！那个，这接下来。哎呀，天！秘密。哎，大秦哥啊，你这是找秘密，你还是找猫呢？找秘密。秘密刚走，不可能！我看从这门进来了，咱没从这门出去啊。他着急有事跳窗户走的。对，你家五楼，他真从窗户走了，那是真走了。你找秘密有事啊？你不是发朋友圈上养老院献爱心吗？我要和秘密一起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大秦哥，你等会儿，你不喜欢大美姐吗？你不跟她唱，你跟秘密唱啥呀？就是因为喜欢大美吗？所以我不能毁了大美啊！哎，啥意思？我咋听不懂呢？啥意思？他想毁了你呗？是吗？别问我，我就想毁了他。哎呦我的那个大秦哥，你听我说啊，秘密真没来，你先走，等他来了呢，我告诉你，行不行？对，钱儿，哥们儿，讲究，好了。你得告诉他啊！好，再见啊！不送啊！拜拜！鞋里进沙子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等会儿。哎呀，什么味儿？闻着没？榴莲。你拿榴莲干啥呀？榴莲秘密爱吃吗？我先会了他一下，完后跟我一块唱。等会儿，你那榴莲是不是过期了？王强。吃没吃过榴莲？吃没吃过榴莲？榴莲它就是这味儿吗？你拉倒吧！你家榴莲闻得呼的冒着气儿啊？榴莲是热带水果。来，你把你这热带水果给我穿上啊！我穿上。哎呦我的妈！咋的了？还咋？穿上了。说你这个大汉脚，你还装个尼龙的袜子？你还？哎呦我的妈！我真想我这些整点腻子，我就把你那脚跟我这脸一样给气起来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这个亲娘确实受不了，味儿太大了。哎呦我的亲娘！哎，咋回事？榴莲在哪？快让我闻闻，缓一缓。哎呀妈！忍不住了，这节目好啊！哎，大秦哥，你听我说啊，等这期节目播出之后，你从头看，你就知道咋回事了。哎呀，不用从头看，妹妹啊，我要跟你一起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快点，大秦哥，啊，你要跟妹妹干啥？唱歌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我给你送月球上，你去不去？你上月球，我跟你去。你这么的，你跟他一块发射，完你俩谁也别回来了。咱俩谁也别回来了。你都不去，我能去吗？哎，你们可以一起去干啥？一起去吧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吵了。我看你们几个谁搭谁都挺不协调的。行了，刚才我也听了，你们还都会唱歌，是不是？这次呢，去养老院呢，只能出一个节目，那不如我们大家一起合唱就完了呗。我同意啊，我同意。秘密同意，我也同意。小林同意，我也同意。我也同意。你同意啥呀？你这个大臭脚丫子！唱歌不妥协。行，好，你去站好，来。行了，来，那我们大家现在先练遍啊，来，预备，唱。你问
可以唱啊，小米。哎，我还得练字儿。